七郎，桑琪，你二人真是演了一出好戏，你们呀，该去那个勾栏登台献艺，指不定能成为汴京的名角呢。三郎平日里一本正经的，现在学会说笑了。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把账目找回来，这样爹爹才能够尽快恢复。严大人，我跟你一起行动吧。不必了，我先将魏展宏押回京兆府，准备妥当以后我再去启惠账本。 你和七郎折腾了一天，早些恢复休息吧。安琪，放心吧，三郎行事稳妥，交给他吧。那就有劳严大人了。这本来就是京兆府分内之事，那告辞。走吧。 若此事真的跟卓文远有关，他会善罢甘休吗？